在我国出台各种有关婴幼儿产品政策后，婴幼儿辅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各种琳琅满目的品牌在各大商店出现，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可在这华丽包装与不菲价格的背后，却是婴幼儿辅食市场的乱象丛生。新手妈妈们如何给孩子精心打造一份营养健康的食谱，也成了育儿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什么时间添加辅食最佳？什么食物合适？怎么吃？吃多少？辅食就是糊和泥吗？是不是越碎越好？自制辅食和成品营养辅食如何搭配？在我们身边，每当被问到带孩子累不累这个问题，很多妈妈都举手有话要说，实在是太辛苦了。仅仅一门辅食里面的学问也堪称博大精深。对于新手妈妈，普遍都会遇到了个新生儿辅食难题。天猫国际联合六大世界级营养辅食品牌，家宝、喜贝、童年时光、贝拉米、Bio Island、Melin 携手育儿专家机构，为金妈打造了一份世界级营养食谱，精选全球好货，全方位关注宝宝成长。作为新手妈妈，要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为宝宝添加辅食。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宝宝会因消化功能未成熟，出现呕吐、腹泻、消化功能发生紊乱等问题。辅食不似奶粉那样监管严格，产品的成分与制作流程也缺乏标准管制。市面上不少的品牌都存着侥幸心理，以产品的通用标准或行业标准来打擦边球。这些产品没有做到婴幼儿标准，但却将几元、十几元的东西哄抬至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天猫国际选择的家宝、喜贝、童年时光、味拉米、Bio Island、Melin 都是世界级知名品牌，一贯重视产品的安全与质量，所有原料和成品必须符合严苛的标准，并通过多重质量控制测试，以确保产品符合监管要求，保证婴幼儿使用安全，所以宝妈可放心购买。这些品牌入驻天猫国际以来，也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比如美国家宝在天猫国际开设的该宝官方海外旗舰店，从2015年7月入驻以来，主要产品为宝宝年龄段一个月到二岁提供营养品，覆盖婴儿辅食米粉、果泥、婴儿零食泡芙、溶豆、饼干、脆香条，近三年保持40倍的速度增长。在线产品单品数量111个，商品链接数200以上。美国专业儿童营养品牌童年时光拥有全套婴幼儿营养品产品线，品牌位居美国市场第一，市场渗透率 60%， 入驻天猫国际三年保持 870% 增幅，产品涵盖补钙、益智、维生素、抵抗力、肠道健康等系列产品，在天猫国际累计成交用户70万，精准洞悉用户情绪，打造精致购物体验。天猫国际的用户一直以25到35岁之间的女性为主，大部分都出过国，在结婚生孩子前后来到天猫国际的平台上采购，这也是大多数跨境零售电商平台的共同特点。这一部分的年轻人更深知世界很精彩，会努力保持对生活的兴趣，让自己活得有趣。90后作为天猫国际的主要消费人群，也正经历着不同阶段的有趣人生，科技的有趣，漂亮的有趣，享受的有趣，做妈妈的有趣。此次营养辅食节更是为抓住了这样的一群有趣90后新妈妈们，运用趣味较强的 H5 互动测试，将新妈妈们的痛点抓取出来，形成一次链路短、趣味强的内容营销，而支撑着本次营销的最根本便是天猫国际的货品 100% 海外原装正品。目前天猫国际辅食营养品有近3000个商品供给，提供25个覆盖宝宝营养辅食全品类的商品种类，营养品含钙蛋白粉、钙铁锌、维生素、牛初乳、益生菌、 DHA、 核桃油、鱼肝油、清凉调理奶瓣、葡萄糖、婴幼儿保健食品。辅食种类细分为米粉、蜜糊汤粥、
果菜肉混合泥、菜粉、水果粉、面条、肉松、鱼松、果汁饮品、磨牙棒、饼干，满足宝宝生长各个阶段的饮食需求。天猫国际母婴持续保持超高同比增长，母婴整体增速超过 100%， 其中营养达 130%， 辅食近 200%， 全面协助经妈成长，形成全链路购物体验。根据天猫国际的大数据指出，目前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在天猫国际购物的宝妈们大多关注海购市场，90后的宝妈越来越多，其中40%以上是新妈妈。今天孩子们的消费需求和宝妈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婆婆们的经验再也不能继承，宝妈们对于育儿的养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是要学会怎么喂奶穿纸尿裤，而更需要学习怎么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为宝宝们挑选适合他们的吃穿用，让宝宝们营养均衡健康成长。同时全球优选好货依然成为宝妈们的首选对象，美国的宝宝洗浴护肤品、日本纸尿裤、澳大利亚的婴幼儿营养品。也正是基于这样庞大的数据支撑，天猫国际更加懂得不同宝宝成长阶段年轻妈妈对全球各地高品质母婴商品的诉求，因此天猫国际也坚持联合全球众多品牌提供海量的婴幼儿用品类型，为不同的商品建立详细的分类，始终能让宝妈们找到最适合他们宝宝的商品。对于婴幼儿辅食而言，产品高质安全是基础，到底怎么帮助宝妈经妈妈解决育儿问题，让每个人生中只有一两次辅食产品需求的宝妈们从零到一得到教育，并且对整个消费体验感到满意，才是这个市场能不能健康成长的关键。在当下婴幼儿辅食市场还没有完全标准化的今天，天猫国际显然已经洞察到了这个细分的市场，并探索出了行业未来应该的模式。目前天猫国际在提供海量好产品之余，也开始着手做好宝妈教育，让每一位90后新妈妈在买了称心的辅食同时，更能及时分享获取相关育儿经验。目前天猫国际已联合各个品牌，准备根据宝宝成长的不同阶段，将对应阶段需要的育儿知识针对性发送给经妈们，真正做到了从头至尾的成长陪伴。营养辅食专家大 V 也会在线解答经妈的育儿问题，未来天猫国际将打造成互动讨论社区，或许有一天宝妈遇到育儿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上天猫国际。从联合品牌卖货的角度而言，天猫国际提供了尽可能多的选择，去适应要求越来越高的消费者们，力求做到让他们满意。从宝妈教育的角度，天猫国际有更进一步的联合品牌，输出更精准的亲妈育儿方案。同时专业的营养辅食专家和资深用户全程解答宝妈经妈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天猫国际品牌商业和宝妈经妈们获得了共同成长。从这两点看来，天猫国际无疑真正做到了从头至尾的成长陪伴。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